们三个单身狗到家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就住这一个网红厕所，有故事的厕所。2016年的时候，这个厕所住了一对情侣，然后也是骑自行车的，被狼吃了，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剩一条腿了，吓大了朋友们。他们好像住的是这个女厕所吧，这写的有字儿呢，有狼，注意安全。哇塞，我们看看里面，这么多垃圾。这儿写的故事点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录的营，但这个女厕所风好大呀，我们去看男厕所咋样。哇塞，前面就要翻山了，迎头风下大雪，肯定是过不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只能住这个厕所。这个是男厕所，男厕所还行，没啥风，就是有点味儿。这上面写的也有字儿，大家小心，此处有狼出没。不行，就在男厕所吧。那个女厕所啊，刚好是顺风，把风都刮到厕所里了。晚上在这儿露营也行，在这儿吧，在这儿也行。我在外面做饭吧，里面有点味儿。哇塞，昨天下雪，今天又下雪，这是要给我割脸？盐味儿，淋成啥了？快点来，进车里，快快快！进去，就进去。哎，我这里啊，锅也没有刷，今天没有遇到河水，就这样蒸吧。瞎乱炖了啊！然后几个鸡蛋，2、4、6、7，还有7个鸡蛋，7个鸡蛋全嘎里。菜已经切好了，青椒、鸡蛋、西红柿，一会儿直接炫你。元宝让你进车里，你不进，你就不嫌冷是不是？这个雪下的好大呀，跟昨天有一拼。开始炒菜了，朋友们。咦，这油都上冻了。上锅盖儿，开饭啦，吃吧。
我告诉你一会儿再弄点啊。真冷啊，这会儿还好不下雪了，要不然更冷了。你俩吃吧，我也吃。旁边来了个大货车，那个司机一直在看我，他肯定想着无人区哪来个神经病，蹲到厕所边上做饭吃饭。啊，不行，太冷，还得往厕所门口蹲蹲。啊，蹲到这儿还行，蹲到那还是有风。元宝他俩已经吃过了，等会儿吃完饭找个东西把这个厕所门给堵一下，不堵的话晚上太危险了。嘴上说不怕，但是心里还是有点瘆得慌。厕所边上刚好有一块棚布吧，这是这个棚布把门口堵上，要不然太危险了。搞定了，朋友们。这样应该没啥问题。小拖车也推过来了，我的箱子重得很，其实这儿我用这个木棍给挡了一下，这木棍撑着了，撑着这个布，完美。开始搭帐篷睡觉了。我们三个单身狗已经吃过饭了，帐篷我已经搭好了。元宝他俩在厕所门口睡到小拖车里看门，我睡到帐篷里。我们三个要都睡到帐篷里的话，我怕那个万一狼来了也不知道，到时候全军覆没都完犊子了。外面还刮着风呢，听听这个声音肯定是下冰雹了，估计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今天晚上衣服也不脱了，以防万一。睡觉了，朋友们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现在是晚上的2:30，这个风刮得太大了，我都睡不着。我们出去看看那个门还好不好，别被刮塌了，刮塌就麻烦了。没事，还行，还挺结实。要不然他俩在这小拖车里呢。这个窗户一直响，一直响。哇塞，搞得我都睡不着了。